大家好，今天带你们来了解一家15年专注做一件事儿，每个月只接一个新项目的设计公司。我们公司于2007年成立于北京，于2008年在石家庄建立了新的设计团队，专注品牌设计近15年，为500多家企业提供了品牌形象的设计服务，荣获了30多个的专业奖项，在很多的专业书籍上呢，也能看到我们的作品集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设计师们都在做什么吧。这几位是我们的设计总监和策略总监，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童车品牌的项目，光设计提案文件就200多页，从项目调研、品牌策略到设计呈现，每个环节都有极其严苛的出品标准。所以一个月只接一个新项目，是为了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客户已经委托给我们的项目上，而不把时间呢浪费在寻找新的客户上。所以我们公司的业务可以躺平，所有的项目都来自客户推荐，很多客户持续合作超过了10年。这本书呢也是我们近15年来的一个作品集。从2007年起呢，我们做过的项目涉及了衣食住行的各个行业。我们的客户有上市公司，也有个体门店，但我们仍然坚守着对于专业的执念。对我们的设计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来关注我们呢。